珍惜哦，哎呀。阿云，你要不要来我旁边，增加我的运气？昨天晚上阿云谈生世界单抽暗 gay 带走，那我在中央广场水池盘，好不好？这里有水池啊，遇水则发，没问题吧，各位？去年我在抽死神卡池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淹水，淹完水之后，我那一个礼拜抽卡没有飞过。马上，你们看看我跟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漂亮的？记得这样是没有。哦，哇哦，这个画面怎么跟我那个某款有一个绿色的王八蛋会抱着一堆悬闪单走出来的有点像？啊，还是我要单抽啊？我单抽比较欧啦，有时候还需要单抽稍微改个运啊。有时候单抽是可以改变你这个非洲的磁场。现在是晚上了，哎，稍稍，我后来想了一下，你在我是不是没有欧过啊？而且你们知道吗？我会变成这种三不五时就氪金的男人，罪魁祸首是叉烧。以前我在 TPA 还是叉烧的选手的时候，那时候叉烧有找我玩一个好玩的游戏，叫做《锁链战记》。那个时候的我非常的无知，玩游戏觉得氪金就输了。那个时候我唯一的氪金只有一次，神魔之塔有一池，我想要抽但魔法石只有四个，所以我氪了33块买了一颗魔法石，结果单抽巨象。然后在玩《锁链战记》的时候，副本打不过，叉烧怎么办？我打不过，好难！哦耶，哦耶，就是要讲干话。哦，婴儿，反正那个时候就是《锁链战记》啦。我那时候副本打不过，然后我跟他说：“叉烧怎么办？我打不过。”然后那个游戏可以借好友，然后他就说：“哎，彭年啊，不要紧张。”我有个好朋友，你加他好友，我那个赖他，看你可不可以加他好友。然后我加了一个 ID 叫做懒猫，从此再也没有任何关卡我拦得住了。哎、欸，这不是仙轮本了吗？哎、欸，仙轮，你干啥？70抽只有一个紫，是不是飞到爆炸？干，我那时候看每个台都说什么苏苏很欧，阿图很欧，橘子很欧，啊，为什么我变这样？哦，橘子1300哦，哦，哇操！好吧，其实刚才最有料了。还是换个词，这两个几率一样吧？右边的词比较好中吗？我相信你，雀巢，我相信你。哦耶，果然 ，nice， 来个三颗吧。一颗还行，一颗还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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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料吗？这啥鬼？这只会进化吧？这只感觉进化会变裂空座哎！再打一次喷嚏啊！我们幻兽先停一下，我们先装备100吧，加起来大概1.7多会抽到武器啦。100抽四星武器一把就好。我觉得这里大家应该会买蓝。哦，等一下，这样是不是没救了？还有机会吗？他开的颜色看起来不是很快乐哎，那个神灯精灵开的看起来不是很快乐，记得是不是中间要有紫色才有？阿雷雷，阿雷雷，好了啦，该出货了，我就不可能他妈宠物飞，武器也飞，不可能，来了，来了，武器。有没有可能两个啊？哎、欸，一个。来喽，各位，光暗武器四星，蓝蓝班直接胜利。绿，哎、欸，这里的颜色有办法看得出来是什么样的装备吗？我记得我上次绿色是头盔啦。我上次应该是这顶啊。没装好无聊，哭啊！你以为我不想装哦？我也觉得很无聊，因为都没有啊！我也想要他装。难道我什么都没有吗？可恶！是不是仙轮的 ID 在搞？我听说昨天有个叫大丸的也很飞啊。好啦，刚刚60了，再40。这里用我的钻石献祭我的1000颗宝石。Nice， 给个武器吧。哦，哇哦！这游戏原来可以有两个紫色的，第一天知道啊！
来吧，武器武器，可以的话观看更好。哎，又是绿的，哎，还是根本没有擦、啊，哎，都是绿色的，哎，还是都是绿色，还是只有帽子是绿色，哦，还是繁具是绿的、啊，武器动画不一样吗？真的假的？那我这个是不是有繁具啊？干，奇怪，刚刚有绿帽了，怎么再给我一个绿光？想干嘛？哦耶，钻石就是不一样。狼狼妈想要的武器就在这里，这里直接全部开启，给大家看哦，这是武器对不对？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这是武器吧 ？Yes，Yes，Oh my God！ 关属性的英雄锤，我现在继续抽装备比较好，还是我要抽幻兽啊？不能抽死啊！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今天选破坏者吗？因为破坏者每个时装看起来都嘛差不多。哦，武器 ，nice， 火手，拜托你了。哎、欸，火哎、欸！哦，哇哦，守护者锤！我这个人幻兽烂成那样，但我的装备真的有料啊、欸！我装备真的强。再给一把吧，水或草都行。我现在感觉全是四星的。哦，来来来来，再一把，再一把，再一把，按按死哎、欸！恶魔锤。哦，另外一个是啥？哦，重复了他不会跳、哦。另外一个是盔甲。哎，我到这里了，我似乎想办法抽到保底啊，不然我觉得我前面花的钻石就浪费了。哎，聊色是不是也有氪很多？当我跟我认识的玩恶之国的，还有以前玩天蓝二的，我觉得我氪的很少了啦。哎，券是不是都给我乐色啊？我发现券给我的真的烂哎、欸，是不是只能相信我漂亮的宝石了？哎，各位，券是不是很可笑？木的、水的，啊干！哎哎，木的木的 ，nice nice， 那差一把水的。抱歉，我看错了，是船具，不好意思。好了，各位，等等是不是要介绍那个好用的系统了？传说中只要满100抽，好像会有所谓的神秘力量。仙轮就是这么的。哎、欸，两个哎、欸，我其中一个是保底的吗？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抽到的，对不对？开一下。怎么有这个？拜托吧，给把武器吧，好不好？草或水，水 ，nice。冠军锤，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二之国的抽卡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的幻兽虽然可笑，但我的装备强无敌。好了，那我是大王，我们下次见，拜拜。